铁地主的命。唤醒韩军金将军，一波江湖无情敌。太上君啊，金吉星入都灵，金吉中人有千翁无音。我这种命王啊，叫我去问大事，是何王高失地就临？我叫失踪明王啊，看看这个五条神的啊。当时金龙在水身上，我记得金龙一直在我的身躯啊，为啥因为胖去，这我都无在养老。我明白，原先你今麦是安怎？是啊，五条神的到底怎样啊？我刚做成我也好哎呦，我主的是死人啊！无条心地，命送七地九天。啊，仙女啊，仙女啊，大仔啊，原先你和你害害死咯。哦，我唔是有心的啊，也许这是天意。无错，错乃天意，所以二位不用太伤心。天多循环，是这位英雄便出这位的呼救，天下总有西凉信士，江山还有人才出。你这么想在讲你家己心，会好了，卖你遐神秘啦，卖你遐孤心莫想，你家己人无条心的啊，到底啥关系？为啥要你要替改？日后再说。现在我心所温暖，我红回了。你是不是要回去城墙？魂都山，故事。喂，五条兄弟敢真正死了？五条轮回，五星动笔。哼哼哼，我了解了。大仔，你知影啥货？行啦，来去看无影，互人想你了安怎？问现金无路用啦。大仔呀、啊，你真难当呢，讲话听有啥要紧啊？大仔，大仔呀、啊。